真是口水疯狂分泌。嗨，各位，今天依旧是我，今天扯在两个终极下饭菜之鱼香肉丝，我是麻婆豆腐。话不多说，嗦，先来一口这个，真的是，哇，这都快8点钟了。话不多说啊，好吧，大家应该都懂了。这麻婆豆腐，我就直接改了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口水疯狂分泌，不说不说。下饭菜名不虚传。哇！